非法这个到潜入我的住处的人呢，就盯着我两件这样的衬衣整，然后这只袖子都变成这个样子，还有一只，还有一条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这个衬衣啊，是这样的，它这个我这边的纽扣被去掉一颗，是吧？纽扣被去掉情况发生很多，另外一条裤子的纽扣，像同样的那种裤子的另外一条，那条的纽扣也被去掉了，在哪里？那条裤子在哪里？我一下没有找出来。那个，我看是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一件啊、哦，这件同样跟那条在地上的那个新的带着那个标牌的那个裤子是一样的，这两条裤子是同种品牌，同样的商品商标，然后呢，这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这条裤子很早以前扣子就被人去掉了，就是偷偷潜入我住处的人经常破坏我的衣服、领带，弄脏、弄破我的衣物啊，领带、鞋子，所有的穿的东西都是，毛巾，用的东西，都有被破坏、被弄脏的情况。然后那个，它是不同种类的东西，除了衣服啊、鞋帽啊、领带啊这些穿戴的东西，还有就是用的东西，日常用的东西也有被偷、被这个弄坏的情况。嗯，照相机啊，还有这个 CD 机啊，有一只 Sony CD 机好像就被怎么就好长时间都没有了，消失了嘛。这只是一些情况，我不说这个 Secret Service should bring them back， 我是说这个情况发生了，让他们这个发生，然后 they should keep the evidence of the object they stole from me and that's a justice, there should be justice in the future, that's what I talk about.